分明，我们出发吧。8:30，从我登上飞机的那一刻起，孙杨上午的训练也开始了。我在8000米的高空中飞，他在高原的水中游。离开海拔40米的北京，我们向着海拔1800米的昆明前进。孙杨游多久，我们就飞多久。孙杨结束上午训练的时候，就是我落地昆明的时刻。3个半小时后，孙杨等着我。这里就是昆明啦，滇池湖水波光粼粼，白帆强影群鸥逐浪，海埂训练基地就坐落在这里。这可是我第一次喂海鸥呢。昆明的海鸥叫做红嘴鸥，来自北西伯利亚，它们从贝加尔湖穿越俄罗斯和整个中国来到昆明过冬。这里鸟语花香，高原的空气真是值得深呼吸呀。Hello， 大家好，我又出现了，已经好久没有做体育星探的节目了。那么这次呢，我们又从不远万里，从北京来到了昆明的海埂训练基地。那么假设我现在站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呢，它的平均的海拔高度应该是20到60米，但是在这个海埂训练基地，它的海拔可是有1800米。那么运动员如果在高原训练，在这1800米上训练，身体上会有什么反应呢？这些就留着主人公为大家来解释吧。那么我们这次的主人公呢，就是孙杨。孙杨，快告诉我们，高原训练和平原训练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因为它有海拔的关系吧，然后供氧量会比平原少一半以上，少一半以上的话，就是相对来动可能都会非常吃力，体力这方面。所以说，看似在平原很简单的东西，在高原完成就会相对困难一点。但是我觉得，作为运动员来这里既然练，我就是自己下狠心，我下狠心以后，这样我觉得对我在回到平原以后会有非常大的帮助。何况明年也是奥运会了，所以说这次对我也是非常重要。训练基地依山傍水，我脚下就是西山了。孙杨呢，到高原来是，来在游泳池里面进行训练。那么我呢，在游泳池里肯定是游不过他的，所以我选择在山上。那为什么我要在山上呢？因为本身呢，我们的项目就是时常的在山里面待着，所以我觉得我爬山肯定比他快。哇塞！哦，好，我们看到有好多小运动员在往山上跑，这就对了嘛。像我们这种高原训练的人，怎么能不往上走呢？一定要往爬山，你才知道高原是有高原反应是有多么的大。所以只在水里真的是不够的，一定要向上走。不过对于我这种长期在高原的运动员来说，一点事儿都没有。高原训练的原理是让运动员体内增加血红细胞的血氧饱和浓度，提高运动员的血氧能力和体能。同一时间，不同时空，孙杨在水中游，我在山上爬，体验的都是高原训练。啊，还有好高，还有好高。所以，爬山，其实真的是一个体力活。孙杨，从水里爬出来吧，我们来爬山吧。啊，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西山风景区的山顶，我觉得到高原来，怎么能不往高处走呢？只在水里待着怎么可以？孙杨，你 out 了。嗯哼，妮娜姐，你要对你的挑衅付出代价。下次你去游泳馆，我保证把你从10米抬到往下面。其实蹬得挺重的啊，他就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地位跟金钱就不顾一切的吧。天哪，找这种女的完蛋了。你二楼还做练习啊？哦，不是。国家游泳队的高原训练除了大部分时间在水里外，每周还会调节性的打打篮球，爬爬山，练练器械。
孙杨1.98米的个子站在队伍中间打篮球是占尽优势的。在这支队伍里面，我们还见到了邵一文、汪顺。那么这些队友中，谁和孙杨最好呢？孙杨和汪顺都师从朱志根教练，他们自2006年相识，志同道合，是意气相投啊！这就是江湖传说中的同门师兄弟。队里的汪顺同学是好兄弟啊，对啊。啊，那我们就来套套你们两个有多么默契，好不好？孙杨的星座，射手，我是射手座的。好吧，那你知道他最近在看什么？最近啊，叫什么来着？这个我也在看，法制先锋啊。最近看的。现在法制先锋3出到21集了，现在。哈，巧的是我们都在看，别怪我要八卦一下喽。孙杨对剧中人物怎么看？一文分掉了，已经离婚了。他俩价值观不一样。对，价值观不一样。那个女的非常的势利，我看了以后就觉得，天哪，我找这种女的完蛋了。太可怕了，她就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地位跟金钱，就不顾一切的吧。放弃家庭。他平时除了训练之外，最喜欢干什么？最喜欢干什么？我现在没有说我想最喜欢干什么。平时最喜欢瞎闹。还有发微博这一条是吗？然后那你觉得他平时会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呢？啊？这不知道。强男。不行，你们要尊重我，我是裁判。这，他都说了，他要说你的了，你不说。还看我表情，天哪！不好说的，这真心是。但脸都红了。看出来了。啊，江南嘛。就是你干嘛站着，赶紧走！你要不站着，我们是我wait。什么样的？你是喜欢东北女孩那种爽朗的个性？不，南方女孩那种娇小。那肯定南方女孩。脏，你要问细一点，真是的，我一。那我先去上课了。现在是晚上8点钟，从早晨6:50起床，已经过去了近13个小时。当然，中午孙杨是睡了一小时后才开始下午训练的。那么此时此刻，他是去上英语课了，这是他每日的必修课，队里专门为他请了老师，每天晚上8点到9点钟上课，用以提高孙杨同学的口语能力。你好，我还有点气啊，好气。别这么。没见过这么欺负人的。行，哎，你来个那个表情，来一个，过来。孙杨是个闲不住的人，电梯里也不忘记调侃汪顺，所以啊，我总爱叫孙杨多动症儿童。我们一路跟着他回房间拿英语书，听说男生的房间都很乱，咱们也顺道瞧瞧，孙杨是这样吗？还有就是，为什么训练这么累，孙杨还要坚持学英语呢？学英语应该是我这个阶段必须要学的东西，然后平时必须去看一些，比如说励志类的书，然后包括就是怎么说呢，就能增加自己一定就是文化程度的书，我必须去看。这些事情我每天都必须做好，必须都每一个环节我都必须扣好，不然的话哪一个问题出差错的话，明年就没了。Hello Jack, nice to see you. Nice to see you too, George. Nice to see you too, George. 学英语有很多吧，我觉得自己的脚步不能永远停留在国内，我得向世界看齐。能正常的跟媒体包括运动员沟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By the way, have you seen Mr. Zhu, our manager? Have you? 今年的话，就是上面也给我就是下任务，就是说争取能用英文跟媒体对话和获奖感言。Manager. Yes. Yes. He's in the office. Hey,
He's in the office. Thank you.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You're welcome. 我腿挺细，鞋蹬得挺重的啊。自己找乐子。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刚才呢，我们了解了一下这个馆的历史。据说呢，这个馆是93年建成，94年开始投入使用，然后95年的时候呢，国家队就到每年都到这里面来进行高原训练。那么93年的时候呢，孙杨同学才2岁，但是10年之后，孙杨同学已经站到了世界的高端，然后也是中国的一名优秀运动员。我们刚才也问了一下孙杨，他对这里的理解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他觉得这个水是不动的，在游起来的时候呢是很吃力的，所以这应该就是高原训练的最好的效果。孙杨从12岁起每年2次由朱志根教练带来昆明这里训练，至今都有8年的时光了。朱教练说，高原训练是在缺氧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增强了孙杨的肺活量，更有助于对小肌肉群的训练，这样下到平原后和泳池里的速度训练贯穿起来，对提高成绩大有益处。训练结束后，孙杨还不忘给观众们出个谜语。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是一般用来就是在训练之后，就是对一个伤的恢复一个愈合的作用，然后就是效果也是比较显著，我觉得这个。你们游泳是受伤在肩吗？还是这个不是伤啊？那游泳一般哪儿愿意伤呢？它嘛，每项不同，像蝶泳是腰，我还有膝盖，很多不一样。就像你们那时候，估计肯定也是膝盖。我们膝盖腰。对。我们主要是落地那一下。那你现在翻两次，我看一下。啊！崩了！我现在老了，翻不动了。今天就是下水，感活动活动。是一天不下水就不太舒服吗？对，教练管难得上来水不容易，然后就尽量不要去把腿感觉。那对于会从每天帮他这种恢复的时候，感觉到他身体有什么变化吗？松啊、紧啊之类的。他每天都有，每天都做的话，在我肌肉质量比较好，肌肉质量。不要老这么自己夸自己的。孙杨并没有什么伤病，这是每日训练后八阵医生都要对他进行的常规放松。对，有的拉不到这个点。然后我以前也是，对于练完了再帮我拉。高弹跳。对，然后翻，然后再高。我每天训练之前还要对于帮我拉，因为腰有伤，还要帮我放松开。对啊，就是说话带口音是吗？孙杨是个很擅长沟通的人，聊天时他会寻找共同话题，比如他论我的家乡，而且每到吃饭时间都会喊我们一起，很会照顾别人，所以我更加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喜欢他。泳池的训练结束后，在高原缺氧的条件下还要进行器械练习。孙杨说这个训练比平原累多了，但是他还是很认真地完成一组组的训练计划，从腰腹力量到四肢力量一刻不停。即便累得直吐舌头，孙杨还不忘自娱自乐。看我腿挺细，鞋蹬得挺重的啊。临走前他还毫不吝啬地秀了把大腿。看了孙杨三部曲，你心中的孙杨是什么样子呢？